谢谢。来，阿姐开店当天吼，可能呢，现在贵宾来宾比较比较少，赶紧吼，咱陆续咱的节目正在做进行的当中，嘛要邀请咱贵宾呢，想要上台唱歌，我们直接非常欢迎吼。啊，如果要合唱的呢，只要主持人有学着，拢非常的哦，欢迎大家拢要上台同欢同乐。要着你非常虔诚，使用歌声来讲，就着咱你顶摆能进行性感前手、前提手，但是无点性性手。来，阿弟这呢，大家安排好，底下自我介绍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银秋，大家嘛叫阿秋吼，阿秋老家讲话四个。欠欠所在，我想今天有播，今天跟咱的首席 DJ 是，用着咱的节目走策划阿明比较批评甲指教，演出才会更上一层楼的一天。来，阿刘兄，我们第一位的小歌后呢，哇，身材非常姣好，有个非常白皙的皮肤，歌唱得很好，身材很好。来安排我们的凯云美女，一定出来带动了气氛，底下做的一首表演，凯云，谢谢安排，感谢我听爱歌的，谢谢。爱无价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你的掌声。来，继续安排。